啊，付个学费，哦呀，这一次的，其实不是，也不是说这个多难打，主要是那个奎爷山那个要打好久哦。好啦，生命总会找到出路的。没事啊，反正我们拖一点时间嘛，对不对？今天不是要开很久很久的台吗？拖一点时间哦，让 FB 看到我很认真在玩游戏。嗯，这个人很认真在玩游戏，他绝对不会有问题。好，我们不用检查他了。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行为吗？这个很认真在玩游戏的，尽忠职守，不是 FB 啊，退去。哎，你们知道之前那个 FB 有明确指说不能睡觉台，我连问都还没问，那个签约商就跟我说你不能开睡觉台，我说好。啊，连问都还没问，真是的。新竹也够，哦，为什么在主要是要人要有游戏画面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三个键是什么？首先第一个妖精攻击回复力1.6还1.8，我用机对，然后两回合，然后第二个是移动符石经过的妖族族，哎，转换成妖族族，然后哎是自身攻击5倍还是妖族族是吃回复力共鸣的那个？对，然后反正若队伍中所有成员的回复力相同时，对，自身攻击5倍或者妖族族，对，然后若有击毙敌人的话不会减少回合数，大概这样。然后因为本身它是装怨念盒，这第一个，然后第二个是它本身有妖族族，然后它在5倍，然后我们这边还有翡翠，所以四大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痛哦，对，还有无视年斧啦，对，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痛的妖精增伤哦，不管是他自己还是全队，非常非常痛，而且我们刚才现成帮他做一个怨念盒哦，哦，是恢复相同才5倍，所以妖族族是不管怎么样都有吧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只有其中一个看妖族族而已。啊，反正基本上你会带四阿龟，一定是回复相同的啦，他自己都有队伍技了，所以基本上当做全吃，大碗的全吃。对，主要还是因为妖精没有队长吧，那个时候对没有适合的队长，啊，不过对不对？既然是这么强这么强的输出，那相信哪一天有一个够强的队长就变可怕。哦，不过怎么说，像我刚刚讲，它毕竟还是一个兼顾输出项最多，比较多的一张卡片，对不对？懂我意思？它的本身的妖族珠跟五倍攻，对，那些东西输出项帮的比较多，所以某方面说，如果你要解盾的时候，斯拉龟有些时候还是不会带啊，像那个谁上弦三啊，对，上弦三钻石打就没有带斯拉龟啦，因为比起很痛很痛的增伤，我们更需要解一些盾啊。潘朵拉吗？潘朵拉那个时候就比较不太流行了吧？对，不太流行。不过当然啦，四大龟还是很痛啊。对，不管在哪里都很痛。打到这重点是四大龟还自产自销，他自己可以同步回复力，对不对？自产自销，就不用你再特别去带一个潘朵拉去共鸣回复力，点点补谢你啊！这样，应该说上山那一关的输出线，因为它全克到，
对，全课到用一堆模组，对，痛他妈的。然后我的新书是去哪了？这边直接走吧，我有把握这个应该带得走，妈。对，钻石那个拳头真的不是盖的、哦。啊，哇，这转的好。Oh my god， 又没有无鼠，还有反应时间。好，我们这边，我这次开的是钻石哈，所以等一下应该不会发生他咻咻咻，然后我莫名其妙挂掉，应该不会吧？啊，一二三，火珠一颗，火珠一颗火，没关系，我还要再等一回合，不急。可是不对啊，我圣杀龟要断了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圣杀龟断掉、欸。我突然想到，不然我进下一关是可能会有点没救哎、欸。呀、yeah! ，有吗？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啊，火珠。啊，我们有礼貌一点啊！其实我可以断牌珠，可是我还是，但是还是将就一下，让打铁剑开完了。哦，李轩，没有木珠哦不，这时候使出我们酷酷的角色珠了。那这边不能拉斯拉龟，因为拉斯拉龟下一回就不能攻击。拉翡翠哈。好，中间是四亿血，用力敲，我有两回合机会。哦，一波带走的节奏吗？哦，好痛、哦，痛的不行。我这张龟零也不是龟零啊，不是变一吗？啊！等一下啊！六，所以我这边要稍微待一下。一组组补不补满了？我这边等要等斯拉龟，一组组补得满吗？好像不行，又可以。好可怕！怕到不行！一嘛，连点全员吗？小蒋，你说睡那是什么睡莲是不是？真的假的、啊？我记得睡莲这两季好像没有到特别，就是特别大拳头，像谢贝宁那些，我不知道，你可以试试看。这边的话，打不死啊！干，我应该要多存一回合的，我感觉没什么清楚。我觉得拉斯拉龟吧，反正我王一的技能看起来很充裕，所以应该不会发生不够。冲啊！Holy fucking shit！ 干，斯拉龟不能攻击，哇！而且斯拉龟还有妖族猪的加持，他的遗志我收到了。不是、欸，很可怕、欸，超可怕的。安安，miss， 好，喂，没有心都给我消了啦。
你们刚刚说可以抓这个棋手吗？我应该相信你们，不要好了。你们刚刚说可以抓那个东东棋手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不行不行，我走，我不想再走一次了。龙科调整一波，不是我这个队伍，我这个队伍不能容许任何一次差错，我怕我等一下抓去，哇，手抖一下，对，啊，还是一样死掉，一个手抖，毕竟老人了。好，我这边关翡翠。开翡翠，我们先开钻石，再开斯拉鬼，这样就不用在那边挤。好，然后，等一下我要等一下开什么？我会开达一加死车局吗？赶紧回忆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。黑色地方理论上可以吧？啊，好，然后这边，这边是死车局加妲己嘛，然后这样的话是钻石会不见啊。几康啊？这有失误吗？一二三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好，怨念盒冲啊！好，差那个三会差超级多的。过了，呜，原来是呜，不愧是拳头大的妖精，大到不行，再也不见。哦，没有没有上榜啊！我这个搞不好打比亚贝还要久哎、欸，比亚贝的回合还要久，一定是真的。因为我怎么说，我前面打得很保守，我不要榜上应该也是阿贝吧？是阿贝，倒数，现在是基层吗？啊，你为什么我这边还是华西？基层不是听说是20多了吗？